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咩契弟话？咁你中唔中意肖邦？咁你用个雕刻嚟啊？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你作噶？你估细路仔踢波咩？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哼，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怒漢推鼓咯。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怒漢推鼓。好，一息翻嚟 part two 啦。咁啊，先 part one 咧 ，Eddie Sir 同我講咗好多花蓮嘅好山好水，亦都講咗好多啲心得分享啦。咁剩翻嚟 part two 咧，咁啲人就話：喂 ，Joyce 你就聽咗 Eddie Sir 講咗好多自駕遊啦。咁我有咩可以貢獻俾大家呢？咁我就不如講下啦。我哋2014年3月咧就離開亞洲電視啦。咁離開亞洲電視之後咧，就梗係要揾啲嘢做下啦。咁啊，做嘢之前咧，我就不如去一轉旅行，就決定一個人就自由行。環台啦，咁我嗰時就一個女仔嘅，就比較簡單少少，咁啊就孭住個背囊拖住一夾嘅啫，就由香港就飛咗去台北，咁啊通常都係咁啦，咁跟住就搭呢個台鐵，即係香港叫火車咧，就去花蓮，你知唔知要坐幾耐啊？Eddie Sir， 你估下，我哋由台北坐火車，我唔知南邊定北邊啦。如果我相信最快都要三個鐘噶啦，兩個半鐘 ，around 三個鐘，因為嗰條線真係最快噶啦。冇錯。咁啊，嗰時候我就坐住依個嘅火車，大約坐咗大約兩個半，咁視乎你喺邊度出發啦。咁其實兩個半至三個鐘啊，見到啦，就依個嘅台鐵啦，就已經由依個台北好耐耐耐咁啊，將我熬到去花蓮啦。咁但係實沿途風景都好靚嘅，望到好靚嘅太平洋海岸線啦，亦都喺車上邊食咗依個嘅便當，係啦，咁啊感受下台灣人嘅感覺啦，排骨便當，係啦，排骨便當，咁我覺得一個人咁啊乜都要試啦，坐火車有足夠時間俾我去睇下書啦，望下風景啦，亦都係食下依個嘅火車嘅便當啦，咁其實咧。台灣如果坐公共交通工具都好方便嘅啫，咁我哋之前就已經網上邊做咗一個網上訂票，咁咧就由台北就坐依個嘅火車去花蓮咧，就大約係440蚊台幣。維港紙即係110蚊，哇！超抵喎，超抵超抵。係啊，咁雖然你話時間長啲，咁但係如果我哋想 budget 啲、經濟啲咧，都可以用呢個坐火車方法去台北去花蓮嚇。咁、但係咧，有啲人話：喂，唔係 Joyce， 我冇你咁多時間，我冇你咁多耐性喎。放心，香港人咧永遠都係急快，最緊有錢就解決問題。咁啊，而家就有直飛香港去花蓮啦，就係坐呢個嘅香港快運呢個廉航，喺2016年12月開始咧，就每星期好似有兩班嚇。咁視乎個月份啦，譬如而家七八月啦，九月咧就叫做暑假旺季咧，就班次密少少。機嘅行程大概1小時55分鐘，咁快好多啦。點對點啦，我就坐成3小時先去到花蓮。你大約係1小時55分鐘，即係 less than 2小時到咧，就香港直飛 through 就去到依個嘅花蓮。幾多錢到咧？咁就其實嗱，如果你可以搶到平機票咧，你估幾多錢到咧？最平？我因為快運我都有買票嘅。佢台中最平就係大約係年税大約800蚊到啦。係啦，咁啊之前咧有啲網站擺上去啦，而家暑假搶票啦。如果佢係特別嘅時間買飛，幾嚿水都買到。咁但係記住喎，廉航咧有樣嘢 tricky 嘅嘢喎，記住啦，好多嘢都唔包噶。你要食嘢又要再俾錢啦，行李超咗一個嘅 kg 又要加錢，可能到最尾呢張機票都係成可能千幾千蚊㗎。其中咧，其一樣嘢就我搭廉航經驗都有嘅。但我覺得香港快運好似真係又特別係嚴苛啲嘅。嚴苛啲，咁我就放心啦，我就比較麻麻地中意。哦，唔係，個幾鐘啊冇錯嘅，個幾鐘冇錯嘅。不過有時即係搶機票，想搶長機票咧，就唔係咁容易。唔係，同埋暫時嚟講，佢哋花蓮啊嗰啲，即係得佢係去嘅時間就 OK 嘅，1,000幾百。即係俾多幾百蚊都係 OK 嘅，因為。頭先你講個路程咧，左轉右接咧，係好多人唔係咁咩㗎，冇個耐性。咁我就當然啦，我有的是時間，我梗係咧時間多少少，我就想用另一種感受去花蓮啦。如果你買錯飛仲慘啊，7小時去唔到。係啊，咁我就做少少之前做咗 research 喺網上邊做咗個訂票，於是就去到花蓮。咁啲人就話：喂，去到花蓮你住邊啊 ，Joyce？ 咁我梗係唔會住大酒店啦，我就想 budget 少少嘅。我咧就通常去玩咧，我自己一個人咧就中意住民宿。
就大家 B&B 啊，咁我哋先係見到啦。咁喂，後生仔啊，後生仔女中意住咩？就 D&B 原來一個網站，好到時可以介紹嘅網頁，介紹俾大家。成日先喺貼上，喂，會唔會好難揀民宿？誒唔係喎，其實喺台灣民宿咧都好 user friendly， 好多網站裏邊咧已經 tailor make 咗，係幫你負責揀你中意嘅民宿，平貴咩景點，一個人去、同家人去、同情人去、同爸爸媽媽去會點？咁我就上咗一個 D&B 叫做帶你住進台灣呢個嘅 fan page， 就揀咗網上平台就揀民宿。嗱，咁我向住民宿嘅要求咧就好簡單啫，接近大自然，遠離城市。遠離人口多的地方，可以講就係有咁遠就住咁遠，依、這個就係我通常住民宿嗰個嘅要求。咁我就見到喺依個相片嘅 2.92 咧，你會見到我住嘅民宿咧，就係、是、好似去到山卡拉咁遠啦。嗱，依就係我住嘅民宿啦。哦，呢、這個有啲印象啊。嗱，我解釋點解就係、是就是、當日我揸車咧經過離遠望咧，就有人問我呢、這個係咩地方喎？即係我就。答唔到啊！因為我依個會唔會嗰啲荒棄嗰啲？係嗱，諗下呢個地方係咪好特別咧？似唔似荒棄嗰啲？荒棄咗啲冇人住嘅地方啊！似嘅，我初時咧，我去到咧，我都少少即係奇怪，咦？我喺網上見冇咁荒蕪，因為咧由我去到花蓮火車站，跟住我搭的過去嘅，都要坐一陣要近30分鐘，我包先至入去到我依個民宿。依、這個位置就喺花蓮，佢唔係市中心，係花蓮叫做壽豐鄉。鹽寮村聽個名字都好似好山卡拉，咁就係咧好靠近太平洋海岸嘅，咁啊個名咧好正嘅，啲相。依個近乜嘢？知唔知近邊度啊？依度係咪近金針山嗰附近啊？依度啊近海邊。海邊。依家民宿咧就取其名叫做住海邊民宿。哦、哇，好叻啊！哇，咁啊，我覺得個老闆咧好直接啊，就叫住海邊啊。咁啊，見到咧天然海啊，黐埋啦。你見到好似一個好似荒廢咗嘅地方，其實依個係一個民宿。嗱，呢個民宿佢住海邊，可以遠離市區嘅，咁我就搭的士咧，就沿住依個嘅花蓮大橋咧，就去到依個海濱小路，就見到依個嘅好似依個碉堡物體，原來咧就係、是、一個舊式嘅軍事一個哨站嚟嘅依個，應該係睇落。咁啊，就大家見到就會第一時間都會驚，咦？究竟依度有人住嘅？我哋3.0啊，見到依個地址啦。就會見到我住嘅地方，可能 Eddie Sir 咧揸車都未必會去到依啲。唔係啊，我因為我見我離遠望上去咧。真係唔知係民宿嚟㗎、嗯，你揸車去都冇用㗎，你冇你唔係嗰個 destination， 你係唔知道係佢，咁就估咯。啊，呢、這個可能係我哋頭先話到，就可能係近嗰個空軍基地嗰邊嗰哨站嗰啲地方嚟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呢個叫做係豐壽鄉鹽寮村。咁咧離遠見到就好似碉堡，因為你見到嗰個民宿咧出邊咧係用一啲好似軍事嘅迷彩去做㗎。咁嘅原因點解咧？以前呢個係一個嘅1970年，佢係。國民政府是軍事的用途，於是咧就將呢個地方成一哨站嚟嘅。於是之後咧就將呢個土地咧就劃咗俾國家國有，變成呢個台灣政府就攞咗呢個地方做做當時海巡用嘅哨所啊。啊，因為佢喺海外嘛，最好咧做咗一個哨所啦，係啦。咁啊，隨住呢個嘅太平洋，咁啊十幾年之前咧，咁啊當政府就話咦已經冇需要軍事需要啦，於是就撤離咗，將歸還咗俾原本呢塊地嘅地主。於是個地主咧就周成日想，咦？依、這個地方咁靚，就揾人，不如冇咁嘥啦，丟棄咗佢做咩咧？台灣人好叻喎，動一動腦筋，喂，不如將佢既然花蓮開始要推廣依個旅遊文化，不如將依個地方改成一個民宿。於是咧，有個民宿主人叫做阿靜，佢都係退休軍人嚟嘅，就好中意依個地方，好似好荒蕪。於是將依塊地咧。重新再整個咧，就變成一個民宿，叫住海邊。我哋3.1咧，就會見到一張相咧。其實呢個民宿係好特別嘅，有大套房、小套房、第三間同埋單人房。咁你見到有小碉堡啦，佢係分開有兩 part 嘢嘅，一個小碉堡，一個大碉堡。咁你見到一單人房咧。咁每一間房咧都有個小幫手啊，負責 take care 每一個嘅客人，咁所以你話咧好有親切感嘅客。酒店就可能你自己要搞掂自己啲嘢。一定啦，嚇！咁但係佢話個夥伴就有麗如小姐同埋 Ann 小姐負責招呼我哋依幾班嘅唔同嘅客人嘅。咁啊，佢真係好，佢有黑一個黑板嘅。其實佢有總共幾多間房啊？你嗱有1、2、3、4、5、6、7、8間。哦，就係咁多間。係啦係啦，八間房。咁我咧一個女仔就住間單人房啦。咁你見到3.11，你會見到得意喎，佢嚟。之前是做了少少 preparation 嘅喎，3.11，你放大咧，你會見到今日嘅住客名小套房叫文堂，文堂咧係間公司裏邊咧，佢哋一班員工就想做退休營，於是就租咗小套房。
大套房，第三間就文堂哥哥訂嘅。跟住 double， 你見到單人哨亭咧就 double 啦。我嚟到，哇，已經有少少上賓嘅感覺。哎呀，佢叫我 double 啊，因為咧嗰啲小幫手好嘅，知道我係單身女仔咧，於是就話啊，當時我已經咧嚟之前咧喺個黑板咧寫住啦。咁你好似少少似咧，似當兵入伍時候咧，個門口塊板嘅，依間房係咩軍人住？直情係啊，直情係嗰個做法啦，直情係嗰個做法。咁、啊、我入到去有少少，哇！原來住民宿都幾過癮喎，依啲經歷可能平時住酒店或者住摩天，值得考慮啊！值得考慮一下，或者下次 Eddie 嘗試下比較 wild 少少，亦都便宜嘅。係啊，我十月都再去。嗱、嗯，咁我就見到單人哨亭就係我啦，我就住一間房。咁你會見到3:30你見到我間房嘅個景觀係咩啦？因為我要，其實我係要爬上去一個哨亭裏邊咧。咁、哦、我嗰日天氣就麻麻地嘅，少少即係暗暗天。但係咧，其實見到依片一望無際咧，就係、是、太平洋啦、嗯。你諗下自己間房一開就係望到太平洋喎，可能住喺城市裏邊嘅花蓮嘅酒店，好難，未必有依種嘅感覺啦。咁、啊、絕對冇，我答你，我住咗幾次都冇。咁我一推開我個窗咧，因為咧我要爬上個哨站頂嘅，咁咧就條樓梯爬爬爬，咁依個頂咧就會見到一望無際咧，見到哇海水好靚啦，係、零污染，雖然天氣就麻麻地，但係你見到啲水係非常之清。係啊係啊，同埋你聽到咧嗰、那個太平洋啲海浪拍落嚟時候嗰啲浪聲咧，你真係坐喺度咧，哇發呆就叫發呆啊，成個喊咧就可以坐喺度啦。咁你見到3:40，咁因為咧花蓮啊人就好少，但係最多咩咧就可以養動物嘅，我3:40就見到一隻狗仔喺門口度咧、就因為好熱啦，嗰時係唔係3月幾咧，涼涼地嘅，咁喺海邊好舒服嘅喎，咁咧只小狗咧，然後佢咧個民宿主人咧就好中意養動物，於是養咗兩隻小狗，小花小草去負責每個動物咧負責看顧我哋每一個嘅客人嘅，咁呢個客依只狗仔就喺門口咧瞓著咗，咁你見到咧好悠閒啊！你本嚟喺香港你可能好辛苦、好壓迫啊，每日工作啊，又俾老闆捽啊，譬如我做新聞嘅，每日要交死亡線啊，要讀新聞，咁你當你去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咧，你發覺咦，原來生活是如此簡單的喎、啊，嚇、啊！你會見到好簡單，你睇啲門啊，睇城你知啊，不過整體成個都係。感覺上很舒服的、啊、我跟住我就住一間很特別的房啊！我間房咧就係、是、我見到喺依個嘅4:1，你會見到我間房啦，因為我要爬上一個嘅哨站先住到嘅。依家就有間房啦，嗱、哦，咁見到係簡單到如此，其實四面咧就係一個窗口嚟嘅。係我喺個即係全部。其實呢個碉，你話碉樓，我相信啲朋友都明白㗎。係啊，一個小嘅碉堡。即係我哋新嘅叫法叫炮樓。即係我哋喺做紀律部隊嗰啲叫炮樓呢啲。咁啊，我係好犀利嘅，我就呢度冇廁所嘅，因為咧係得一個碉堡嘅樓上啦。咁咧就係一間叫做一單人嘅哨亭，單人房係2樓嘅，咁要爬上去。咁、但係好在就面向嘅景觀全部360度都係見到嘅太平洋。你一起身，你推開窗咧就會見到好靚嘅太平洋就對住你啦。咁咧就會。共用浴室一個嘅沖涼嘅地方，因為咧冇洗手間啦，咁細嘅地方我就要爬落去樓下咧，用一個公眾嘅浴室。嗱，有啲人就唔慣嘅，唔係年紀啊，嚇年紀問題啦，我哋就咁可能你半夜哇想去個洗手間喎，咁你爬翻落去你都因為都幾黑暗嘅。咁我就覺得唔緊要啦，後生啊試下啦。咁啊，只得張單人牀啦。咁啊講明喎，只係適合170公分以下嘅人瞓。如果譬如話高佬嘅，我5尺一百幾多？170公分以下。我哋咪超過。係啊，我隻腳咧其實基本上我一七。17.5咯，17.5咯。我就係170啱啱好嘅。咁、哦、咧，我隻腳咧，我瞓時候咧，我係啱啱好咧，要將只腳啱啱微一微咧，即係捲曲咧，先至瞓到。咁、啊、我覺得呢啲體驗真係冇得頂。冇得頂啊！咁啊，其實好平嘅喎，住一晚係1,000元台幣，除翻4圍港紙。250元一晚。250元。包埋早餐。早餐一定係啊！民宿咧，我最欣賞佢喺度，因為我呢啲咁嘅民宿，老實講啊，阿 Joyce 我未住過。豪華少少我住過咁啊，可能你見到我間房咧，其實我特別我嘅即係帶嘅東西唔多，係一個夾一個背包啦。咁、啊、所以一個女仔相對簡單。咁但係咧，你會去到嗰度咧，你會夜晚見到星星啦，嚇滿天星星啦，好難得啊！你咁即係好難得個天可以咁，因為成個窗口咁多窗口位俾你啊。雖然依度啱啱嗰日天氣就唔係咁好，但係咧朝頭早一打開時候，啲陽光射喺自己間房裏邊，跟住點樣聽到太平洋嘅海浪聲咧，係啦。咁其實都我覺得都好 OK 嘅，好舒服嘅。咁我哋5:4啦，咁我哋既然有房啦，咁我究竟食會係點咧？究竟住民宿係咪午餐好食咧？我哋睇下依個相片嘅5:4，我哋會見到一班人。哇！依班人咧就係、是、其實嚟自
台灣不同地方，亦都有新加坡，亦都住台北高雄，亦都有個香港女仔。其實我哋係當日大家都係住喺依間叫做住海邊嘅民宿裏邊，唔同組客人。但我哋咧，大家 share 同一個嘅 kitchen， 一個廚房，一張好長嘅 table， 大家就帶。可能大家就會可能買咗啲麵包啊，買曬呢啲水果，就喺附近嘅地方就種呢個嘅草莓，我哋叫草莓啦，台灣人叫士多啤梨啦。咁大家一齊去享用，因為其實住民宿有一樣嘢就係暖意啊。係啊，係啊，啱呢個即係我呢個地區我未住過，同埋呢啲形式我未住過嘅。咁豪華少少，我住過就其實個形式係一樣啊，即係豪華少少其實唔係咩，就冇咁體驗啫。我想我住民宿我比較喜歡就是我很喜歡認識朋友的，那你住民宿裡面你就會認識到很多台灣本地人，因為大家都是講國語，可能大家來自的背景不同的，因為麗媛小姐她本身是台大畢業的，但她毅然來了這個民宿做一個暑假做一個 exchange， 她本身的手工是很好的，她可以做這裡的一些很漂亮的日本式的杯墊，跟著她畫畫很漂亮，我們一起會好像一家人一樣，你完全不覺得自己住在酒店，因為民宿就是你是融入當地人的生活裏面，咁亦都喺個露台上邊咧，佢亦擺咗兩張好靚嘅 long bench 嘅凳啦，你可以對住個太平洋就可以睇書噶咯，你就可以一個下晝裏邊你可以乜都唔做，睇本書、沖壺咖啡或者沖壺茶，咁你就可以坐喺個海邊依個位置，你就對住，咁可能住五星級酒店都未必有呢種嘅感受，唔會有噶，你冇咁多方，冇我哋叫做我啲人話係冇咁多方位啊。即是方向的位置没那么多嘛。这个就是我的民宿的顶楼，其实类似一个哨站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建筑物。我就在爬上去的屋顶里面，因为它很多的不同的铁梯。真的似曾相识啊，这个真的不是讲笑。因为我那个是。那我知道在哪附近。因为为什么呢，那天我看到这座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起，因为它还是用那个军事那些草的我真的以为是哨站。那我还讲笑，我不是说如果二千年。二零幾年喎，仲有啲咁嘅類似哨站，咁啊即係打乜都打入啦咁啊！原來今日俾你睇完咧，我發覺原來係民宿嚟嘅，我要翻去同啲朋友解釋嘅，因為我當時好疑惑嘅，喂，打仗如果咁先進，整啲咁嘅哨站，你點搞啊？嗱，咁仲有五點二咧，我見到一張相，但係我嘗試試下，喂，不如去花蓮會唔會 hitchhiking 啊？叫接順風車啊？嗱，我唔知阿 Eddie 試唔試過啦。我嗰日咧就真係試嘅，第二日咁啊陽光好啦，陽光普照，咁我咧就孭咗個背囊，咁啊出就試下喺民宿出邊條公路裏邊，我想 hitchhiking 咧試下接。咁啊，真係俾我截到一架車喎，肯俾我上去喎。咁我係同另外同一個香港女仔，嗱，坦白講，我都唔係一個傻嘅，我唔會話冒冒然然上車，我都唔會單獨一個去。我同翻同房裏邊咧，啱啱住民宿有一個香港嚟嘅記者朋友，佢係做香港電台。我哋不如咁咧，我哋試下一齊 hitchhike， 大家互相沿途照料啦。咁其實都係保護自己嘅嚇，又唔可以話喂台灣啲人咁好唔驚嘅，唔係嘅，唔係嘅，都係一個女性出去任何一個地方都要少少有警覺嘅心啦。咁我 hitchhiking 嘅，咁我真係比較上到去。上到㗎，上到㗎，我要答，因為我係揸車經驗話俾我聽咧，即係我話咧我。如果譬如我同我太太經過見到咁樣咧，我哋都會停低問嘅。嚇，去哪裡？我哋學咗啲台，因為台灣人本身咧，所以我提醒一啲朋友咧去台灣揸車，你千祈唔好立亂打死火燈。係，因為你一打死火燈，就好多人衝埋嚟幫你嘅。係啊，係啊，尤其是花蓮，我試嗰次就係花蓮啦。咪見到我先要停車啊？唔係睇下咁由我太太由我太太決定啦。哦，問一問 Eddie 上老婆先嘅話，哇，老公撞死啊你！誒都唔係嘅，佢哋好得即係個太嗱，譬如我呢次我去即係岔開啲咁多講啦，呢次我去歐洲揸車好多呢啲噶，但係我哋唔會上，因為我哋覺得因為我哋唔熟啊對呢地方。如果我喺台灣咧，我覺得冇問題喎。係喎，如果你揸住依個字嘅，你見到我喺花蓮出現，你會唔會車我？會㗎，會。如果我見到你更加啦，見到 Joyce。即係第一時間就停低架車啦，係咪？咁啊，其實 hitchhike 我諗都係試下，我都係台灣先夠膽啊！如果我去到歐洲，去到倫敦咧，或者我去到法國咧，坦白講，你叫我去咧，我都唔敢去，太危險啦。即係調翻轉，我喺歐洲揸車，你叫我搭順風車，我都唔係好夠膽，或者性我可以拒絕嘅，因為大家嗰個溝通唔掂。但係台灣唔同，我都話啦，我上次台灣我同我太太都車過一個男仔㗎。他是男仔嚟噶，咁佢都好坦白噶，我就係佢不過佢短程嘅，
呢度特別多喎，花蓮呢附近。係啊，咁其中一個我啦，咁我就 hitchhike 咗，就啱啱就叫一個人，佢都住喺花蓮附近嘅鄉村一個，咁啊車我，哇想去清水斷崖啊，有冇聽過啊？清水斷崖，我哋六點零我就見到清水斷崖呢個地方咧，都係好多台灣人嘅手機一個 wallpaper 嚟嘅，我哋六點零咧就會見到個清水斷崖。我知你。哇，好靚啊！我直情企咗喺度咧，我真係唔好捨得走。雖然個天氣就麻麻地，但係你個感覺咧，當風吹到嚟塊面度，同埋你望住即係極目。一個零污染大自然地方的時候咧，你會覺得真係這是大自然，是啊、我哋真的要好好去保育。依家已經係雲層好多啦。如果好似我嗰日去嘅天氣冇得頂啊！如果藍天白雲，係啦，呢條喎，呢個就係清水斷崖啦。咁我跟住我就跟住佢就喂 Joyce， 你有冇附近地方帶一個好靚嘅秘密基地？六點一，我哋睇睇畫面，因為大家見到都會哇一聲嘅。就是全部都是這個向日葵，他們叫做太陽花。太陽花、這個會不會是一個即我問他喂這個地方進去的嗎？這個公路，這個公家地來的、你停下車你就可以下車去拍攝，而且你會看到6.2 你會看到走不走，你會知道我的尺寸和這個太陽花的比例了，知不知道很大朵、因為我就不是說雖然 很大粒但是看到太陽花的比例呢在我身上都非常之真是厲害的，你看到 6.3 再近鏡你會看到哇！好靚，好靚，好靚！佢成片即係草，即係一個原野，都係全部種曬依個嘅太陽花啊！咁同埋我哋話齋，大家都好遵守紀律嘅，唔會多手去搣佢落嚟嘅。我想問你，嗰係嗰個揸車嗰個介紹你定係你哋？我設計就係啦。咁跟住佢就不如咁啦，你未嚟過花蓮，但係你個好好，咁佢好人情味好濃啊！佢話依個太陽花係公家㗎，唔係話公園嚟㗎，所有人你都可以落得去影相。其實佢好多嘢咩神木啊，冚埋都公家㗎，佢好多事都唔會話太多嘅私人嘅種植嘅，除非係可以。培植藥材啊嗰啲之外，其他都唔。啊，六點四我更加見到哇，萬片全部都係依個太陽花，好靚。你會見到個感覺咧，你覺得完全依張相就咁差一張，你就可以成為你嘅手機嘅 wallpaper。同埋你會見到嗰種感覺就係嗰種大自然嗰種就係佢已經係孕育曬所有嘢，好山好，所有風景、肥料好。我問過嗰個車我嗰個朋友咧，佢話咧其實台灣依個花蓮縣咧，佢哋好鼓勵依個嘅花農咧去做一樣嘢，佢補貼翻俾花農嘅。嚇，依啲其實邊個種咯？話唔通係政府種，其實政府就補貼翻。一啲嘅種花嘅花農，俾佢哋喺啲公家地方裏邊咧，係培植依個太陽花，而佢哋俾翻錢花農，咁花農咧就會自然去喺依啲地方裏邊咧，唔需要俾錢嘅，政府就俾你依個咁大地方，你就可以種咯。咁跟住花農就會收成之後拎去賣咯。咁依個都係一個幾好嘅雙贏嘅一個嘅合作。係㗎，因為好過荒棄嘅地方嘅呢個就。因為其實地方咁大。咁但係如果我哋唔好好去珍惜，咁咪荒廢咗就好曬。咁啊見到其實沿途6.7我哋見到咧，我都會喺一啲唔同嘅 coffee shop 裏邊咧，都識咗啲唔同嘅朋友。我6.7係見到啱啱我去到花蓮附近，我就俾咗中飲咖啡，我識到一個其實來自依個耶路撒冷嘅女仔嚟嘅。佢咧原來就喺台北大學咧就讀國語，咁跟住自己就背包行，就啱啱停到喺花蓮，我就見到一個外國嘅女仔，咁我就行上前同佢講，用英文同佢講 hello， 跟住佢同我國語傾偈，咁跟住大家就交個朋友，我哋大家做咗 FB 嘅朋友，咁所以其實自由行有一種樂趣就係話咧，你沿途不知道幾時認識到唔同嘅人啦，唔同國家嘅朋友咯，但係我會覺得係旅行就應該用一種開放的心啦，好多時好多時有啲唔係刻意嘅嘢會出現，係好驚同埋好驚喜啊！即係嗰啲唔係刻意去揾嘅嘢咧，係好驚喜嘅。頭先你講起附帶我講少少就係人情味啦。台灣人咧，你可以話佢可以好合，我哋用廣東話佢好合，好合，好合，好腍係咪啊？好腍，即係好合嘅。但係咧，佢哋嘅出嘅心咧就係善良嘅。即係我，尤其是我咁多次揸車去啊，或者我都遇到嘅。尤其是即係我成日都提到問路嗰個問題。我有個大陸嘅親戚去到咧，佢問路。咁問路咧，佢就因為當日我同佢分手，即係我就要去日本啊。我放低佢哋兩隻乸喺台中。佢講俾我聽，佢話佢呢生人啊，佢冇見過咁樣帶路嘅。佢帶佢路，佢話得啦得啦，即係講到得啦得啦。呢個人咧，竟然喺度睇到佢去到酒店。先走，咁佢好驚當時，咁當時好驚就話俾酒店我聽，酒店話你唔使驚㗎，佢話因為台中啲人咧就好心嘅，就驚你真係揾唔到路，咁佢哋先明白到係喎，原來即係咁恐怖喺佢心目中，哇！即係佢哋可能喺大陸恐懼慣咗，咁佢哋就好提到㗎，所以點解大陸人其實係好中意台灣嘅，
我可以告诉你们，好，我感受到现在枕住都想去台湾行，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是中，即是他们，他们讲的，即是不是，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这里的中国人这么特别，即是是很善良的，这个，还有人情味很浓的。明白。尤其是刚才你的民宿呢，去吃早餐啊，那些环境一流的。嗱，我見到時間，雖然咧，嗱，我哋今日話咗一個鐘，但嗱，我即係不情之請啦，我想今日 over run， 因為既然咧今日咧都講到咁興起，我哋仲有，其實我想講台東，我想會多多少少時間 over run。Edison 會唔會願意再留多一間傾埋台東？嗱，我哋見到啊，另外先阿 Edison 講個人情味好濃啦，7.9我見到啦，我其實留咗喺依個民宿留咗3日嘅，我同咗佢哋台灣人咧做咗好朋友，佢哋依依不捨啊！我到嗰日最尾嘅走咧，兩位就係當地民宿嘅依個小姐啦，阿麗如小姐同 Ann 啦，佢兩個都係高材生嚟嘅，啊，佢哋都嚟到花蓮啦去感受生活。我到佢走時候咧，佢哋好唔捨得我嘅，我哋而家 keep 住都繼續會喺臉書裏邊去聯絡，同埋我每年如果我翻去花蓮咧，我都特登咧我會再去探。喂，而家呢個女仔仲喺咪花蓮？仲喺啊！仲喺度啊嚇，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其實住民宿有一種特別，就係話你會同當地人產生一種感情啊，情感啊嚇，呢種嚇嗰種情感，你令到發覺你會對嗰個地方係有唔單止係旅行完就 shopping 完就走，而係我覺得令留住我嘅心就係人啊。係啊，尤其是嗰啲老闆娘同埋嗰啲服務，即係我哋叫服務員，即係嗰啲喺度做嘢嗰啲人咧，佢係用個最重要，佢用個心，用個心去做，咁嘅時間咧。這個不單止台灣的其他國家都有，但是台灣呢，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容易同聲同氣一點，就容易吸引到我們，大家互相吸引到，我覺得是的。我們都用了幾多篇幅去講花蓮，不得不我們今次一定要講台東花東花東嘛。好，那我們看看地圖8.0張照片，看看現在究竟這個的台東究竟它的位置，剛才都說過是鄰近，是非常接近這個花蓮，究竟這個台東它的位置是怎樣呢？我們放大了地圖，會清楚看到了。台東是位於台灣本島的東南方，面積僅僅是小過花蓮的，南投是台灣第三大縣。在地理位置上，台東縣大部分是位於北迴歸線以南，東邊就接近這個太平洋，記住太平洋，南面和西面就是跟屏東縣高雄和中央山脈為界的，北面就跟花蓮為鄰居，所以其實大家去旅行時多看少少地圖會熟習了。花蓮和台東是接近，跟住後面就是南投，之後就有高雄，所以其實大家多看台灣的海峽，即是台灣地圖，其實慢慢都會了解多些台灣的。如果踩單車用從這個屏東過去都幾特別嘅喎，係啊，非常之正㗎。鳳梨，我話鳳梨嗰個叫台九線，好似叫做。咁我哋由於即係台東啦，天氣比較近依個嘅北迴歸線啦，好熱嘅台東。嗱，你會見到啦，哇！依個就係其實呢段時間咧，都係7、8月時間，你會見到嗰種藍天白雲咧，但係實非常之熱。依個應該係咪白浪大道咧？我就唔好清楚，我都係喺網上揾到。其實台東咧，佢係熱帶氣候啦，佢係山亦都近海，台東嘅自然嘅資源係非常之豐富嘅，唔單止境裏邊有好多自然文化保留之外咧，另外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好多嘅特產嘅，其實台灣呢個台東都有好多特產，好似有依個嘅茶葉，8.9我見到原來台東都有茶葉嘅喎，你有冇買嗰啲茶葉啊？喺台東？我通常我唔喺台東，我通常喺咩買嘅？喺宜蘭。宜蘭啦，宜蘭嗰邊。咁另外台東仲有一樣嘢，阿姐啲成日好中意食嘅。9.0嗰張係咩相咧？望一望先，依個你就一定摯愛啊！依個我都好中意食嘅。係啊，識㗎。識㗎。係啊。係啦，依個就台東佢哋依個好出名嘅出產一個嘅土產嚟嘅喎。另外仲有一樣嘢，9.1依張相你會見到有一樣嘢，我好中意飲嘅。洛神花，你有冇飲過啊？我哋叫做咩啊？有飲過，飲過。我另外一個叫法我唔記得咗。因為我每次去台東，我都會買啲乾咗嘅洛神花翻嚟香港。聽一啲醫師講，洛神花能夠夜晚飲一杯咧，就會好舒服嘅睡眠嘅，有一種安靜靈神嘅感覺。洛神花係源住呢個台東嘅，咁你見到呢個農民咧開始收成，將洛神花將。唔係，所以頭先我哋講起打風去台東係最慘嘅，咁即係一嘢佢就佢嘅損失就係呢啲嚟㗎。佢屋嘅嗰啲煙霧唔係好緊要，呢啲先犀利。另外9.2我哋見一張好靚好靚嘅相，大家頭先 Eddie Sir 都有提過嘅，呢個就。哇！呢啲係乜嘢？呢啲係咩花？呢啲金針花。冇錯啦。呢個赤科，呢個赤科農場上面望落嚟。好靚啊！金針花平時香港人咧就話金針花乜原來可以金針雲耳。係啊，食嘅啫嘛，乜原來係咁靚咧？哇！見到哇，好似一個嘅峽谷裏邊，全部係一望無際，見到個金針花。係啊，如果你
遠望好靚，嗯，但係近望嗰度唔好咧，就係疏。嗯，你近去咧係疏啲嘅。佢同呢個例如頭先你講太陽花嗰啲咧，太陽花係雖然佢都係疏，但係佢就個籠林好密。冇錯。但係金針花都可以食嘅喎，可以當一個菜食嘅話，咁其實你見到台東咧，即係天氣都係非常熱啦，但係咧佢都係個地理環境啊，非常之你見到係零污染，你睇個海嘅藍色咧，嗰種藍色咧，我係從來我都喺香港會見唔到嗰種嘅咁清澈嘅藍色啦，同埋另外都講到啦，台東咧都係一個有保留住一個原住民嘅文化嘅，咁我哋會見到9.3啦。我哋見到頭先我講嘅花蓮，除咗有原住民之外咧，其實台東咧都係比較開發比較慢啊，所以台東保留原有豐富嘅台灣原住民嘅文化啦。咁喺台東縣裏邊咧，有比較有名嘅就係雅美族啦，有比南族啦，有老海族啦。布隆族啦、排灣族啦，同埋一個嘅達悟族，依六族咧係佔全個台東原口比例有30%以上。阿美族係最大添。係啊，佢係全台灣佔依個原住民人口嘅最高嘅地方啦。咁所以其實咧，喺台東裏邊咧，其實好多時都會撞到，即係台東嘅原住民都幾多嘅喎。我上次去過佢哋一個叫做，都後尾可能生意唔好咧。佢本身原住民都有一個嗰啲類似嗰啲度假，有幾個噶。嗰幾個嗰啲度，我哋叫做文化村。但係可能真係生意唔係想象中咁好咧。但係台東一樣嘢就特別就係話咧，佢地方又大啦，佢係人口密度係全台灣最低嘅喎，佢每平方公里係住咗62个人嘅啫喎，而佢喺台東嘅總面積係有3515平方公里啦，總人口咧只係得220,000，仲大過香港。你諗下，你即係每平方里只係住62个人，但係香港有成700几万人住，咁所以佢係個密度咧，我試過台東踩單車咧，基本上你踩咗好耐，我都係見唔到有人。因為佢實在太大，人口比例太疏。尤其你踩單車同埋揸車出咗去，佢嗰個台東佢嗰個咩話好靚。啊！依個就係嗱，依個就不得不唔可以忘記啦。就係今次台東，我想分享少少，就係今次我去台東有一種比較特別方法嘅。平時就即係搭火車、搭高鐵，我今次去台東咧係用一個嘅踩單車嘅方法去遊台東，因為台東嘅風景係最靚啦。咁如果你話用行路梗係唔得啦，天氣咁熱。咁如果你話揸車，我又麻麻地嘅。於是咧，我就包咗一架嘅小黃嘅的士，呢個的士上高咧係有個單車車架，就擺咗我嘅單車同埋我男朋友。呢兩個單車都係我喺香港特別咧係托運，係將個碌拆咗之後咧係托運過嚟台東踩翻自己嘅單車。咁呢個司機咧佢本身以前都係運動員嚟嘅，退役之後咧於是就自己開民宿，開呢個嘅的士，咁啊負責咧去接待一啲譬如話中意用單車去感受民宿嘅。我相信呢個都係上網揾㗎呢個。係啊，依個係我啲單車朋友去介紹嘅。咁呢個哥哥咧就非常之熱情啦。佢以前都係踩單車高手，不過佢而家漲咗3倍啦，踩唔喐啦。因為我睇佢嗰啲嗰架車嗰個廣告咧，睇得到應該係。係啊。咁你會見到嗰日我就踩到爆咗胎嘅，因為太熱啦。因為咧長時間嘅車碌啊，喺依個嘅即係 highway 跑嘅時候咧，可能太熱啦，揞到嘢咧都會爆。咁佢都即場咧，佢仲係一個 mechanic 嘅，幫我哋修理依個嘅擔車。咁所以沿途上邊咧，唔使擔心。佢 support 我，亦都有水，亦都如果踩得攰腳軟咧，於是可以上依架 support 卡。咁佢上高嘅車頂上邊咧已經係有個車架㗎啦，你可以將個單車擺上去，咁都 OK 嘅。咁咧佢都好好喎，佢除咗係做司機導遊之外咧，佢都係一個攝影高手同拍 video 高手啊！因為我沿途咧，我同男朋友踩車嘅時候咧，我哋唔會影到相啊 ，selfie 唔到噶嘛。咁點算咧？咁啊，佢依個 service 咧都好 add value 嘅喎。佢幫我沿途咧用依個相機同 video 拍咗條片，跟住即場幫我剪完之後，再加埋音樂，咁就做咗條好靚嘅單車片。咁我覺得咧，依次真係唔可以唔 show off 啦，一定要見下今次啊喺台東咧用咗，即係我好值得嘅。我覺得去台東去感受用運動單車體驗咧，我覺得係一個值得要去試下嘅。係啊，近呢幾年我好多朋友都用呢個方式。我頓咧，我冇辦法，我真係唔識踩單車。如果唔係咧，我都會取呢個方向，因為我幾次沿途經過見到咧，哇，好開心！即係我哋感受到人哋踩單車嗰種樂趣。即係我哋全部沿途一路我都有睇，同埋咧佢嗰個推廣得幾好呢樣嘢，反而係啊，因為台東單車遊今日我哋 operator 係咪已經有 ready 咗條 video 咧？我哋不如而家 pay 一個全港獨家首播一條我喺台東用單車，我哋經過山線同海線去感受台東之美，我會覺得依個都係一個好好人生體驗啦，即係令我每次都回味無窮。我哋可以睇一睇條片嚇。